今晚上真的是感受到麻坡的，这时候麻坡的人的日情，因为我们原本是打算是说今晚上是大概100座的，但是今天最后达到，就昨天我们知道的是160座，就是说基本上是超越那个数字，这是觉得这一个活动是属于成功了一半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延续下去，因为我们还有自己本身愚人生的那一块，就是说以基金筹款的那一块到10月尾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看，因为基本现在了解，从这个家协那边了解说，应该以这样的量，这样的日程的这个程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幸运学校今年的筹款的计划是可以成功。